谢你，谢为三观大帝啊协助我们，感谢。记得拿给我。天官，我们这次哈最辛苦的何玉文小姐，感谢她啊！天官祝她祝她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你等天拿给好。哦，感谢你们。Thank you.
鞋。哈哈哈哈哈。知道我们今天怎么买车？新家的新家的什么的，比咱交的商业街在新家的，至尊的，这是圆岭最大的建商的老板，案子很多，至尊的，谢谢。好了嘞。
好走。你老干都把脖子咬你不叫好不好？我们那边他刚才没打他刚才打不了他刚才打不然你等一下他打不了一下我打就打现在布置的流程正好